国老师收徒仪式向主持爷请示祈福典礼典礼开始，有请见证师长向主持爷上香。见证师长上座。他在参加了十年以后的传奇学堂，终于走到了今天要拜师的这样的源远流长的这。共享盛举，看到我收入徒弟的这样子的典礼，感到非常温馨。谢谢吴老师。今天的另一位主角朱国成，自幼学戏，专攻武生老生。在高中时，因为看了当代传奇剧场的中艺堂，因而下定。学生朱国成，必拜师典，行磕头大礼。请学生奉茶，请学生奉树修。请老师对学生朱国成训言。我会请他放手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弟子有此重任，永不忘红尘万里。